国服二十，哇，好惨哦！哇，怎么这样？被虐不要不要的，白痴也四分。哇，为什么我跟他们一对？你打过 K1 啊？交给你去撞他们的、啊。没有，你的任务就是撞他们。哇，好久没跑这关了。他插倒了，被我凹掉了。走开。你不要给我，让我跟。跟什么？等一下你话不要讲一半，断讯了是不是？跟柱子打个招呼啊。我现在让你追到啊。当然是不行了，反正他全开、欸。怎么那么难？你这个是要让我的意思吗？不是，我不我那边还不会全开啊。哦，没有，我没有练九代这一关。我只确定一下，先确定一下。好，这边包括看到所有人希望在这边进行一个360的漂移，直接过掉了。哎、欸。麦克风又断掉了，哎、欸，收音不太好哦。直接过掉了这边，为了让豹哥上去表演而掉了队友。哦，我没选择关的啦，就叫他不要选了哦。开舒适开太多才变这样，没有，我昨天玩这台还是很溜的。我昨天玩这一台是玩得很溜的，就今天玩起来就倒过来想了，倒过来写了，九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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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不要再玩这个了，哇操，我头好痛啊、哦！七比七，两人都抢吧。哎、欸，他会不会跑这一张啊？大陆是没这一张啊、欸？没有。啊、哦，他好像没这张。谢一成郭，那个郭一成吧，的两个月订阅，啊，感谢一成。哦，有要赢了，要赢了，234234，顾好，顾好，顾好。后座是不是很难下去啊？不，超难下的，好不好？对。哇，三十好六，三十过了、欸。九代车开这张好像累，就一堆连续玩啊。这连续闹比较好吧。有了，我在三 S 后面了。这张图让我想到一个人，好怀念啊！你觉得我想要谁？光吗？风光、啊？不是。开始撞了。博拉斯。为什么？一开始跳出去嘛。对啊。然后就 R 掉了嘛。对啊，直接跳出了职业圈，好怀念啊！哇，好嘴啊！哦，碰到三 S 他螺旋丸哎，后面连带了，后面连带了。
跑这边。飞吗？我靠，这那个步兵桥后堆怎么过啊？教一下。我也不会过哎、欸，我两天都过，怪怪的。小草单挑我们叉叉，秒失败。不太行了。赢了赢了，团队取胜。这是团队游戏。其实我看刘永赫他们过步兵桥都过超顺的、欸。嗯，艾斯为什么你的车是那个颜色啊？艾斯，我觉得玩的不是同一个游戏啊。哇，我的车那个可以改颜色啊？我改啊，流光可以改流光，可以改那个。可是我这个颜色很像粪便的颜色，黄黄的烙塞那样子。南山不错玩啊，真的建议可以把那个城镇命运之桥换成南山。之后如果还有比赛的话吧。我觉得不是南山的问题吧，是城镇命运之桥的问题。你没有听懂艾斯的意思吗？可以不要这么做一些些精辟的解说吗？他说：“哎，我觉得南山不做完啊。”然后就讲一张自己最想换掉的。其实我也是觉得该换的。我觉得那个什么、啊，那个、啊、玩具工厂另外一张也不错玩啊，应该把那个命运之桥换成那一张。哎、欸，有人又在练车哦！这些人这样，哦哟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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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还活着。哎哎哎哎，没事。我走那，我走那，我走那。我对不起你。哎、欸，夹掉了，夹掉了，夹掉了。我对不起你。哎，我追我追我追，应该追得到。追你追你追你追。好完蛋，好被吸尾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给我吸一口。我们不要哦，不要稳。有有，豹哥可以滴，豹哥可以滴。拿满，拿满，拿满。满满满满满。我操、欸！哇！难追。为什么欧文没有死很惨？反而是他拉加奇死蛮惨，但是我死得更惨一点。啊、哦！哎呦！我你要再出门？原来你上有这张哦。没有啊，没有这张、啊，只是这样好玩而已、啊。只是跑会跑，跑会跑到的图。操哎、欸，他推我哎、欸，想输哦。哇，断胎！啊？我把自己换成卡兰了。没事没事，挡到。哇！来看我路线，看我路线，各位观众，看我路线。怎样？没第二圈了吗？第二圈了。因为我，豹哥我来了。快来快来！他倒了，他倒了，他倒了，被我夹掉了。我歪了，我歪了，我歪了。被他走上面。
能进到。蓝会满，我们直走吧。我被过了，太过分了。没事哦，没事哦。三这局好像捡不到哎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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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订阅。推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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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老二金箍棒。快走快走快走！好，谢谢老二金箍棒的订阅。欧、哦，你把伤害干了。他最后一关啊，我把他推去推去撞撞个脚。我想到你们怎么不见的？原来是有人在帮我啊！不愧是台服玩家，优质。还有什么图啊？跑这他们一定不会跑。哪个？他们不会跑啊。他们没有按，他们没有按下按下这个准备，代表他们有备而来，兄弟，他们亏你了，是没过这一关啊，那我们要输了，不是推你吗？真的假的？没听清楚。哇！白痴，他们会跑哦，有备而来。他说今天练了一下午，就是在修理这局。白痴，难怪那个什么牧羊场的那个都没有要取消准备，等下你就换那个，他们一定会跑。等一下，他们一定就说略懂略懂。他是推我而已吗？哎呦！抱歉抱歉抱歉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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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叉叉真的是硬要弄哎、欸！要爆流要爆流！啊！我按走了。哎、欸，他走旁边。我爆砍啊！转移目标，凹他凹他，漂亮兄弟，一前一后啊！我觉得我们那个横切过去，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面积是可以闪的。他不管甩哪里都有人啊！他要听烂歌是不是？好好好，你们要求，我都尽量办到，好不好？我自己选图吗？选啊选啊选啊！建议是那个大山岭那一张。诚心推荐。刚才真的不行，要打字了。水神他们那边有没有啊？有吧？有啦，他们没有在比赛而已。再直接去找羊了。白痴叉叉有练呢、欸，我跟你说他没有练哦，没有，他看起来应该是没有练，前没练，而且没练，他前面演很久，他演很久，他前面跟我们路线走演了很久，哎、欸，我觉得第四跑的人走这边这个陡坡超难玩的。有啦，他真的有练一点。
没有，我们用二三四。爱死别！喂，那谁？可以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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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把小草大概杀了六万次吧。他看起来很厉害耶，我觉得啊。感觉他方向感不错啊。他那个起飘点是对的。可以选个月光遗落的地下巷道啊。